都被肢解成这样了，怎么还活着呀？为了遇见你，散满星空，新年的梦。那日我背你回铜锣村，你在昏迷中不停地喊师父。你师父是谁？陈兴山掌门林霄，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师父了，我啊被逐出师门了。为何？因为目无尊长，肆意妄为，伤及同门。想必你那同门师尊定是做了不可理喻之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虽然看起来凶了些，但并非不讲事理。说的好像你很了解我一样。师父对你真的很重要。当然啊，我自小在世间混迹十年，就是我师父带我回的陈兴山给我饭吃，教我识字读书，引我向善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说我了。你看看你一身落魄的模样，你要跟别人说你是越过千载春去秋来的龙，谁会信？没人会相信。哎，你到底是渡什么劫，给你自己渡成了这样？痴还痴，拔我龙鳞，剜我龙心，斩我龙角，抽我龙筋，拆我龙骨，倾我魂魄，将我肢解于大江南北，欲尽我永生永世。我要你死！那天以后，我就不再是逍遥天地无风唤雨的玲珑，而是变成了一个病骨之力修为尽失的废物。了吧，有我在，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你的身体，我帮你找齐。以后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要去哪儿，我都陪你。来。可是，你都被肢解成这样了，怎么还活着呀？为了遇见你。散满星空。